你拿了就上去望下去。你来美国街吧，表哥。啊，边度都得。嗱，呢条街冇咁多车。 朝头早呢条街又好鬼多，多谢华府。呢度唔系阿死鬼留宿度啊？阿留宿仲要上啲，仲要上啲。啊，系啊，今次都唔通知佢，佢哋揸车。 你谂一谂啦，我电话唔知有冇听到，都冇听过。嗱，嗰边新世界嗰度，即系两个度啊？吓，而家咧已经缩旧啊吓。系啊，以前系当佢系大啊，标志性啊，标志色咯，标志色。广新华呢度啊？以前佢唔系叫新世界啫，阿杨仔。 都话冇咁多人嘅，可能广州市要排队。唉，陀陀，依家陀陀都咁噶，银行啊，银行要排队噶，银行排队啊，银行咁多都要排队，啲人有钱啊，依家系啊，比以前，哇，有啲人等排队排2个钟，1个几钟噶嘛。诶，嗰间正行嘅，竟系而家嗰啲。 呢度咧就夠90歲，就每個月有100蚊嘅。咁我咧就曾經問過，親自又問過佢，打電話又問過佢，都話冇，都話冇喎。點解啊？我後嚟咧，今次辦嗰個死亡證，我話已經係100歲啦，從未有人嚟問過幾多歲，從未有人嚟探過探望過，又冇人嚟慰問過，啊！ 而家先就開始登記，每個月有100蚊。而家先開始登記喎。咁以前冇嘅喎，以前冇，而家先開始登記喎。咁佢話，咁啊，而家幾歲啊？一睇，原來佢寫錯咗老豆嗰個出生年月日，都未到80歲。咁樣？係啦，咁樣有嘅。原來佢抄錯咗。啊！而家都已經死亡啦，我話都唔需要。亦都有。 呢啲人辦事，係花都之友啫，係嘛？唔係，整個廣州都有，佢已經遲咗啦。個花都大到醫院啊！未啊，90歲啊！哦，徐哥有，未到90歲。徐哥差了幾啊？廣州早就有啦嘛，所以我有打電話問過，又親自嚟問過，佢都話冇。 而家大陸政府乜咁多嗰啲福嚟啊！好多福嚟噶，農民做唔到啊！而家咁多福，而家做農民做唔到啊！嚇，做農民都做唔到啊！而家佢想改翻農民都唔得啊！
你都市居民嗰、那個啊，農民好多福利㗎。係啊，農民好多福利，全部向農民傾斜啊嘛。係啊，政策啊。温家寶上堂之後啊，全部佢農民多人啊嘛。我聽見講話農民買電器又平，補13%啊，家電下鄉啊，汽車啊成啊。係啊係啊，買汽車電器。我就係細路仔讀書啊。免费噶，而家都即系书费免咗噶啦，农村啊。今年买，哇，城市都未有咧。城市都开始啦，小学九年义务教育啦。先行几耐啊？而家城市先开始喎，九年义务教育啊，而家开始咗啦。开始咗啫，就系原来冇噶嘛，喺农村开始先噶嘛。农村开始先，咁就乜嘢都向农村倾斜。梗系噶，唔系反嘅咩？农民之间贫富好悬殊噶，而家农村啲啦。喂，农村就好多钱噶喎，啲人。有啲咪搵，有啲咪仲好过你城市啊？喂，嗰啲税都唔使交啊！啊，咁好喎、啊，真系。唔使交税啊！啊，税都唔使交。嗯。工人咧就攞嗰啲咁多钱，工资都要纳税。真系又唔合理嘅，真系。佢话你哋啊乜嘢咗啦？你哋佢啊辛苦咗几十年，一直补偿佢咁噶啦，佢嘅意思啊。嗯。系乜交补偿？而家国家有钱啦、啊。有钱而家。补偿啊，佢咁噶啦。边度灾区送钱就送，又送又送物又送钱。边度灾区又送钱？你都听讲美国最大赞助国中国哟，最有钱啊！全民依家美国都要睇中国，咩都要盯呢嘢喎。系啊，咩都要睇中国。我真系会换全世界最多。出口啊！啊，后嚟原来资本主义咁好嘅，人人都有食有着有住，唔好咩？所以后来慢慢慢慢啲人先接受咋。咁啊，何汉平哥啦，咁你咪讲啊。哎，阿杨仔，哎，今日同阿杨仔饮茶，阿美、阿卓啊，喺呢间叫咩茶楼啊？即叫黎雅。黎雅茶楼。系嘛？黎雅茶楼。食及低粥。得啦，有车。我哋而家饮完茶啦，翻去老豆嗰度啊。佢啲家人，啲家人啊嘛。哇！呢间咩啊？光明酒店喎。阳光假日酒店。啊，阳光啊，假日酒店。酒店就多了。那天啊，跟你老爸，一直走在住那裡，老爸在那裡一直走，走到彎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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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彎，半次北路，差不多半幅，走了幾遠。又唔知道喺邊度，又唔敢搭車，都唔知搭咩車。你搭巴士啊嘛？唔知搭啲咩巴士，哎，以為就快到啦，就快到，點知行去行去行去，行到嗰度又話唔係喎，佢話唔係嗰度。我翻嚟咧，我搭嗰啲單車，好方便喎、啊。不過佢經常兜我下，兜我噶。阿生，去邊度啊，生？我去汽車總站啊，咁$3啊，咁我話$2得唔得？佢唉上車。我就低而家最少$4-5噶，而家$4-5啊。係啊。$3嗰啲啊，喺總站出底嗰度。啊，佢電單車啊。啊。你唔俾$5佢，唔係俾$2佢，$2啦，唔可以。坐咗先知道原來咁近，都行咗5分鐘行咗。
啊，而家起碼4-5蚊啦。